嗨，大家好，绿姐，亲切一点。大家好，哎呀，大家好，大家好，你好，要不要酸一点？哎，好可惜哦，已经没了。什么？大脚痛，啊，以前常常喝，好check 一下哈。嗯。嗨，大家好，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人在理我们？可能有。可能没有，我看一下哈。一边用手机 check。对啊，嗨，大家好，有三个客人进来了。哦，嗨，大家好。嗨，大家好。在高八度了，嗨，大家好。嗨，大家好，哈哈哈哈哈哈，OK，差不多了。有没有是在等我们的？有，哎，你们好，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棒棒的，好哦，好喽，好喽，好喽，不要闹喽。我们要开始直播了，不过离9点还有5分钟啦。你这么早开小弟就始？性急啊，我个人的愿望是以后办小巨蛋，心情好就开始，不要管7点半。哦，没有人回应，感觉好落寞。好，好，我们先演奏一首小小的歌曲暖身一下好好，了。哎，露露姐想演唱什么样的歌曲嘞？不如叫《September in the Rain》。哎呀，好歌好歌，你还记得啊？为大家献上一首。你还记得啊？啊，我什么都记得。认真的，那你等下拉错怎么办？直播嘛，弹错就算，无伤大雅。哦，好嘞，你拉一下小提琴。对吧？大家好，为大家献上这个直播前的一首暖场歌曲，是的叫做，September，《September in the Rain》。好，耶、yeah.。来。September in the rain.
掌声鼓励鼓励。耶、yeah ！不会有人有鼓励我们的。我们应该自己弄个掌声来。对，应该要的。下次我再团购这种直播网美需要的东西。OK。哎，刚好九点了，大家好，我们是十九两乐团。今天要来直播什么呢？嗨呀 ！Facebook 问的。安。没有，就说今天要直播什么？ Oh, 今天十九两乐团在这里召开了一个这个公开的这个会议。没错，没错，没错。目的其实是要纠正一个重大的错误。没错，没错。算是错误吗？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是怎么样嘞？什么错误？怎么形容这个美丽的错误呢？大家犯了什么错嘞？我们自己错了。是的。我们错了什么？我们搞错了，我们发行的不是专辑。哈？那啊啊？那是什么？我们发行的其实是一张 DVD， 耶，复原声带。Yes。而不是专辑。但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搞错。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想完成的是一张专辑，但我们没有完成。我们最后完成的是一张 DVD， 没错。那接着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DVD 哈，我觉得还是要工商服务一下。我刚刚太执着于抓的 B 这件事情了。耶、yeah, ，这就是我们的 DVD。是的。哎、欸，奇怪，陆一杰，嗯，你在哪里嘞？在后面。对啊，他在后面哈，大家不要抱怨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当专辑封面呢？哎，是这样子的。好，请说。专辑封面有美男子比较好卖。哎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啦，因为我本人啦。我听说的啦。我本人喜欢专辑、美男子。也是可以啊。嗯。但我本人喜欢专辑封面比较萎靡一点。嗯，然后那时候去瑞奇家挑照片的时候，嗯，你觉得这张看起来很萎靡，所以就决定是这一张了。是的 ，OK。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双 CD 的这个 DVD？OK， 好的，那为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精美的封面打开来之后，哼，还有一颗超美的彩球，这颗彩球是谁做的呢？是小人我。哎呀，陆雨杰真是好手艺。是是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直抖抖抖，抖抖抖之后呢，就会哎，这个 Pro 控就会出现一个陆雨杰。是的。这是什么嘞？这张是原声带。对，这张是原声带。OK。是。然后这个 Pro 控，按那一滴一滴，按那咚咚咚。哎，你可不可以拿点 percussion 帮我配乐 ？Sorry。我们是一个团体 ，I need support，OK，、okay 那个你这个机要离远一点，对，这样子一直摇摇摇摇摇，就会摇不出来。嗨，大家好，我拿不出来 ，OK OK， 好了好了，陆姐可以了，可以，陆姐可以了 ，OK， 好，啊，再这样摇一摇呢，就会出现，不是 CD， 这不是 CD， 这是 DVD，、嗯、对，这是我们买这张专辑，买这张，欸DVD 最主要买的一个东西，对，没有错，其实是它，对，叫做这不是 CD 的东西，是的，也有很多人觉得我们没有 DVD， 嗯嗯，让我非常错愕，真的，想说，啊，都说 DVD 加 CD， 那 CD 的另外一个不是 CD 的东西，是什么呢？啊，不就 DVD？ 好，算了算了算了，嗯嗯，人生就是这样，好，好 ，OK， 那呢这边呢还有很多的美照，哎呦哎呦。很多陆一杰咯，嗯，可以了吧？不要再抱怨咯。好，那为什么有这些美照呢，陆一杰？哎呀，这都要感谢我们的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朋友。你看，十九两也开始跟国际沾上边了呢。没错，因为我们打算要完成我们梦想中，哎，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去租了一个剧场，花了很多时间，弄了很多美术的东西。是的，这个东西要这样用，来给我。啊。然后拍成了一个 DVD。Nice。是。
所以呢，我们就请他帮我们这个，像是一个记录的一个感觉啦。对对对。所以大家呢，我们整张这个专辑的视觉呢，都是我们在那个剧场里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是的。所以这又跟 DVD 有关了，跟 CD 还好。嗯。对。然后前几天我们上传的一个探长马提诺，对，大家都跟我说，好好看的 MV 哦，好好看的 MV 哦。I said that's wrong, that's no，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操铃。嗯，他那不是 MV，、yeah. 那是什么？那是片段。什么片段？中的片段。谢谢陆一姐，没错，那是我们故事中的一个片段。是的 ，Yes， 解说完毕了。OK， 解说完毕了。好，嗯，好，关掉。不对啦，嗯，才十分钟哎，大家才刚开、嗯。对，我前几天发现直播如果没有播，你刚刚七哥，真的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对对，我前几天还。对，送去给齐哥，因为很感谢他。对，齐哥说了什么？齐哥没有，齐哥超认真的说，我收到了。啊、哦，害我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写给齐哥在专辑上面，你知道大家都要装熟嘛，在上面写一些亲昵的话。嗯。我写说谢谢齐哥给我们很多意见，但都没有用。啊、哦。结果齐哥回我一个，收到了，谢谢，超级认真的，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烦哦、啊！好了，这个齐哥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子。他最爱唱反调，没有看过这种人，真的是难相处。我们会不会被告？不会了，不会了。这样也算是公众哎。OK， 好，公开直播没关系。好喽，现在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跳开直播，赶快去分享给其他朋友。我们这一分钟会做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开始。不是有一分钟啊？一分。那我们现在要干嘛？去吃。茶碗蒸，好，你去吃茶碗蒸一分钟、欸，算了啦，不要这样。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声音啊？我自己在播直播啊，我才能回应啊。哦，懂了。对，你也就是。还、啊、有人看吗 ？I don't know， 有，现在有45个人看，请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会重复刚刚的一些片段。什么？刚刚有什么片段？就是我们就好，我们就做一个 ambience 好了。哦，比如说就是我们随便聊一聊话，嗯嗯嗯，然后呢，我们就一直重复这段话，嗯、然后有一分钟的时间，嗯嗯嗯，然后这是一个视觉的啊，不，这是一个听觉上的听觉艺术，你觉得怎么样？哦、太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随便聊一聊话、嗯，然后呢，我们就一直重复这段话，然后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这是一个视觉的啊，不，这是一个听觉上的听觉艺术，你觉得怎么样？太好了，现在就开始，我们随便聊一聊话。然后呢，重复这段话，然后有一分钟的时间，是视觉的，啊不，这是一个听觉的。然后随便聊一聊话，然后呢，就一直重复这段话。安安许大雕，视觉的。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由汉中音响做。
现在我们要来，结果还是45个人。God damn！ OK， 没关系，好的。好，失败了。OK。OK， 那现在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今天呢是出一个这个 DVD 的一个状态，一个部分，一个行为。然后，好，我把 reverb 关掉。然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DVD 是要干什么？播放。其实它是我们的专辑名称叫做《年度爱情巨献》。没错，这个年度爱情巨献究竟有哪些人物呢？陆一杰，有探长马提诺，还有乔安娜，最热爱太阳会发热的乔安娜，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最悲凄、最凄美的莫林。Yeah, that's right。而这三个人就此招之而成这一个故事。是的，没错。是的。而我们一开始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三部曲。但是你也知道，三部曲加起来，专辑长到爆炸，完全超过预算。对。也因此，我们把它浓缩成一个新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又包含了这三部曲中大家最喜欢的一些歌曲。哎呀，真的是很有巧思。真的，对对对，而且这是一个缩小版的年度爱情巨献三部曲，所以探长马提诺到后面完全没有出现，没关系，对，这没关系，瑕不遮瑜。那呢，我们现在呢就来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三部曲，这三个人是怎么样的关系，也顺便为大家解释一下19两的表演风格是什么。好，请问这三个人谁活得最久？陆一杰，这三个人谁活得最久？莫林。王莫林。是的，王莫林，那是他来到台湾后的名字。没错。他为什么来到台湾呢？原本他也住在伦敦郊区的一个海边，他是一个海港少年来着，海口 Q 很重，伦敦版的海口 Q。 他拥有着如同高雄人般的热血，每天看着海，看着一无边际的海洋，觉得就像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在大航海的时代，莫林他也梦想乘着一艘船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然而就在一次的机遇下，莫林搭上了这艘船，泰鲁格号。从伦敦出发怎么会叫泰鲁格号？从台湾出发才有可能叫泰鲁格。从没有，是从台湾出发但要回来了。他刚好搭上了泰鲁格号。对不起，我不应该打扰你。不会，这故事是很有渊源的，请你多放尊重好吗？好 ，OK。于是莫林就决定一个罗汉卡，嗨，来到台湾拼命了。也因此，我们即将带来一首歌曲，是歌颂莫林的故事。好，来了，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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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台湾，干什么？是的，第一次来到台湾的这个末林，哎呀，看着这个台湾的好风光，真不愧是福尔摩沙呀，好山好水，尤其是这个茶田，你也知道英国人最爱喝茶了，看到这个厉害的台湾茶，这个莫林他眼睛发亮啊，他在这个台湾玩得不亦乐乎啊，到处游山玩水。但是呢，他这么一个外国人，在这么小小一个台湾走来走去行走啊，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不便。没错，语言不通，身高又太高。哈？身高太高是他的错吗？人家看到了会怕呀，你也知道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呀，对于这个异邦来的这个客人啊，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啊。哎呀，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对啊，所以在一个文化冲突之下，有一天莫林不小心惹怒了大家，所以他就被丢到了一个大洞里啊。哎，是的，他不小心呢，让自己受困于这个阴森漆黑的巨大的窟窿之中，就关在这里暗无天日，偶尔会滴几滴水下来，莫林就会伸出舌头在那里勉强维生。过了几天，莫林觉得自己简直快发疯了，但是没想到此时却有另外一个人也掉下来了，而且那个人是女的。于是两个人就有一段有一点尴尬的对手戏。你好。你好，请问你是？我叫玛格丽特。好名字啊，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实不相瞒，因为我是外国人。哎呀，真好猜。台湾怎么会变得这么不友善？怎么会这样子呢？台湾以前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有很多恐龙，原住民都有地方住。莫林跟玛格丽特，他们两个在之中交换着彼此的信息，对对方呢慢慢的熟悉了解，也就揭开了那层神秘的面纱。两个人呢越来越熟稔，越来越熟稔，忍不住有点爱上了对方吗？也许只是因为一起被关在一个幽闭的地方。你知道在黑暗之中最容易产生情愫，都在黑暗之中，而且我们都是老外，是啊，所以我们慢慢的爱上了对方。是的，然而呢，在这个黑色的洞窟里面越关越久以后，这个路上的住民们呢，慢慢的想出了处置他们的方法。他们要对他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到一个晚上，他们从洞口望出去的时候，正是下弦月，而附近呢，本来很安静的，却突然出现非常多人声嘈杂的声音，还隐约听到一些火把之类的声音。莫林他们相当紧张，莫林与玛格丽特两个人十指紧紧交扣着，紧张地看着洞口，他们都一直在对方的耳朵旁边说出自己这一生中最想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I love you baby. Me too. I love you baby. 这也许是我们在这里最后一次说这句话，让我们再说一次吧。 I love you.Baby, baby.
船一样，又渐渐的打捞了上来。啊？什么东西？哇！你在讲什么？从那个洞里面打捞上来。好了，就是被吊起来。而就在一阵兵荒马乱之中呢，莫林这个时候呢，看到其中一个住民，他刚好没有注意到他身上的刀子正亮在腰际之处。此时莫林他心想，哎呀，这可是我逃出去的好机会啊。是的，这个时候莫林他慢慢的盘算着，先按兵不动，因为他怕一个失败，这一切计划就会全部毁掉。于是他们慢慢的爬出了洞口。他们吗？不，玛格丽特，莫林来不及救啊。他们只把莫林先抓了出来，所以只有莫林逃了出来。没，莫林还没逃掉，我还没讲到呢。Oh, I'm sorry， 我还在构思莫林要如何抢夺这个武器。好、okay, okay. ，是的，他看到一个著名腰间上一个小小的短短的木柄，就知道那一定是一把刀。他在脑中盘算着要用什么样的路线逃跑，并且在什么时候赶回去将玛格丽特给救出来。他赶快回望那个洞口，他看到玛格丽特由下往上望着他的双眼，他听到玛格丽特对他说：莫林，不要来救我啊。我会的。莫林，你要来救我啊。我会的。莫林，你要来救我啊。你看我们戏要卡在这里。我想说你只想要讲这些吗？我只想要讲这些。好吧，有时候老夫老妻了，你也知道，就是真的没有什么话要讲。好，我知道了。是莫林他只身成功的抢夺了刀柄，并且躲到森林里面。他想要暗中找机会去救玛格丽特，但是无奈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地方的地形，周围都是山，他连怎么离开这里都觉得很困难。怎么办啊？唉，就在他苦无办法的时候，他坐在树丛之间。此时，从树林里面突然走出了一个很矮很矮的人。矮黑人。很奇怪，因为他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可是他的脸却像一个非常老的老人。嘴上蓄着白白长长的胡子，穿着白色的吊嘎，就这么朝他走过来。莫林看到他，心想：这人是要来抓我的吗？但是他看起来跟那些人好像是不同的种族啊。是的，这就是一直以来长期居住在台湾的一种特别品种的小矮人。哎呀，是的，莫林看到他，那个小矮人，他伸出了一只手指，就这么缓缓的朝莫林靠近。莫林心中很紧张，想说他看起来好像没有伤害我，可是他为什么要把他的手指越来越靠近我的额头呢？嘿，就在这个时候，嘿，莫林突然觉得，叮一声的感觉。因为此时他仿佛觉得他自己可以跟这个小矮人沟通，明明语言就不通，可是却可以沟通。而就在这个时候，莫林赶快用念力传达给他，告诉他玛格丽特还被关在一个地方。师父，玛格丽特还在地窖里啊。师父，师父。这个时候，这个小矮人他一句话却也不说，就只是这么好像什么都心领神会了一样，对他微微一笑。接着呢，他就抓着莫林的一只手，两个人就咻一声的往天际飞去了。
Fly to the sky, fly to the sky. Love, love, love you, baby. Fly to the sky, fly to the sky. 是的，莫林跟着这个小老人一起在天际中飞翔啊。他们飞得离月亮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让莫林以为我们这是要去月球吗？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小老人把他带到天空中几乎是最高最高可以摸到月亮的地方了。他们来到月亮的上方，他们两个人一起坐在月亮上方，好浪漫啊！是的，此时的莫林也觉得，哇，怎么会变得这么浪漫呢？他忍不住就唱起了 Fly me to the moon， 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嘟嘟嘟，嘟嘟嘟。是的，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子静静地坐在月亮上。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剧情。然后嘞，此时小老人深情款款地看着莫林，两个人四目相对。就在此时，这个小老人却突然眼露残光，突然变得非常的凶狠，狠狠地朝莫林的脖子咬了一个大洞。莫林他意会不及，他就这么被咬得晕了过去。从此之后，莫林就是吸血鬼了。而玛格丽特就这样子在地窖里等死。他死前非常凄厉地对天空大喊：莫林，你抛弃了我。我诅咒我们，你放在哪？我诅咒我们生生世世都不能在一起。I hate you. OK， 是的。嗯，大家好，我们是十九两乐团。没错，这就是莫林的故事。他抛弃了玛格丽特，他也没有被抛弃，他就是被人咬了，变成了吸血鬼。嗯，没错。也因此，这个故事是一个穿越剧。哎，好的，接下来呢，陆姐，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介绍一下了？介绍什么？刚刚呢，为大家讲解呢，就是十九两的风格的一个故事的哈。啊，对，我们现在都要讲的超直白，因为觉得大家真的都不了解我们。对啊，干脆什么都说得超清楚好了。Yes, yes, yes， 十九两就是这样子。我们刚。在干嘛？我们刚刚其实就是基于年度爱情巨献的起手式，嗯，开始欧北共一个重新 remix 的故事。对，没有错。十九两的年度爱情巨献这个故事并没有任何的正本，没有。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那只有一个东西要看啊，这个东西叫做 DVD。那这是什么 DVD 呢？就是年度爱情巨献十九两隆重推出。对，没有错，在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故事可以给大家看到。现在拨打这个订购专线，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荧幕跑马灯下方会有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会有一只汉中胖胖的手。对， OK， 那我们这次啊还有做非常多的这个插画，这些插画呢是都是陆怡杰基于故事情节而画的。基于，是的，是的，可说是非常的美。送礼自用两相宜。对对对，而且在做这张 CD 的时候，我就说，哎、嗯，陆怡杰内页千万不要太多，要不然报预算之后我很难结案。嗯，结果陆怡杰做的也不多，但是还是可以结案这样子。结案的边缘，结案了，结案了，我们跟茄子蛋都结案了，吗？吗 ？OK，OK，、okay, okay. 好的，好，那现在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喽。好，我们这次专辑为大家献上一首歌，这样子。哎，哎，哎，都什么年代了，还献上专辑里的歌曲，这未免太老掉牙了吧？
哎，我就是土嘛，我天生就土。好点，好歹来点新东西吧。哎，还没啊。啊，哦，怎么说？好好好，请说，请说。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是，玛格丽特，自从惨死之后，他诅咒他生生世世跟莫林无法结成连理。哎，何必呢？提高贝玛听到夜下音呢、啊。也因此，玛格丽特这一代的转世将注定无法跟莫林，对，无法跟莫林结为连理。是，那是怎么样的东西会让他跟莫林无法结为连理呢？他有一个先天上的不同。他们有个先天上的不同，你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又或者是说先天的残缺呢？哎，不如问唱给观众朋友听，你讲好唔好啊？好啊，好啊！碎碎碎，赞赞赞！嗯嗯，我开始啊！你来，你来。好。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古老的伦敦，有一个爱上了太阳的女孩。太阳问她每天总是很早起床，当然夏天就起得早一点，冬天就起得晚一点。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沐浴在阳光的温暖里。她总是看不起撑阳伞和擦防晒油的人，因为她自己都不需要。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不会晒伤。 Don't know why。夏天他一定要来到海边，他总是爱在最正午最炎热的时分做日光浴，当然雨天对他来说就是最痛苦的。我爱太阳，太阳爱我，对我来说冷气房算什么。我爱太阳，太阳爱我，对我来说放下油算什么。在小女孩的身上渐渐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转变，她发现她的身体竟然能自己发热。当她正在刚晾好的衣服旁边，衣服总是干得特别的快。到后来这个奇怪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她到 Seven 去买了一波食品，拿在手中就可以加热，吃生鱼片就像是在吃刷刷锅。面对着自己的转变，他有一点害怕，不知所措，而仅有的朋友也因为他的躲避而一个一个离去了。就算是如此，爱上太阳的小女孩却一点也不觉得空虚，仿佛只要拥有了阳光的温暖，就可以填补她心中的任何空洞。掌声鼓励鼓励。嗨，好。OK， 没错、嗯、，Everybody， 你们现在就知道了。嗯嗯嗯。所以乔安娜她就变成一个，嗯嗯，她、嗯、就变成，嗯嗯，她就变成一个有发热能力，而且非常热爱太阳是的一个女孩了。对。然而，命运的羁绊还在让他们相遇了，而且十九两把它谱成了歌曲。然后在七年前就写好了，一路拖到现在。哎，导致我们的故事开始不联系了，时空开始像奇异博士一样全部乱掉了。嗯嗯，马提诺，嗯，已经不是那个跳 Tango 的男子汉。嗯，马提诺究竟变成怎么样了呢？哎，随着时代的改变，总是要跟着改变啊，对不对？因为世界总是一直在变嘛。如果你不变，世界却变了，那你岂不是很痛苦吗？所以跟着变就对了。马提诺现在已经是一个穿着白色 Nike 球鞋的男子汉了。是的，他现在唱歌是这样唱的。探长马提诺，穿着脏兮兮的风衣，黑夜来临。
爱人看到他。Yeah, 这是马提诺，你知道的，妹妹。立刻就马上放下手边所偷来的东西，因为他。眼神会杀人，弹着马蒂诺。Come on, let me feel you, baby. 他是伦敦的守护者，就像是 Harry Show， 守护着迈阿密。谢谢大家，我们是十九两乐团。好的，那呢，我们这个周末啊，其实是因为小弟前阵子当选这个手风琴理事，恭喜恭喜！谢谢，恭喜升官啊，恭喜！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我问会长要不要买。会长很爽快的说：“好，买50张。”于是他就真的买了50张。但是他买了之后说：“哎，你买了之后，你不是要帮我卖吗？”所以他就说：“礼拜六，去做一个签唱会吧。”哦，酷！我也只好答应了。本来这个签唱会是有几人会到场？本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到场，嗨，大约4人吧。对，但是我后来发现，会到场的人，远远少于我会参加我的签唱会的人，按赞的人。真的？我想说这样子有点GG，所以我跟瑞奇即将会在当天，在另外两个地方举办签唱会。关于详情，明天跟大家讲。是街头快闪签唱会，我们真的会在路边很哈扣的那种。对，啊，现场会带 CD 去卖吗？现场我们不会带 CD 去卖，因为这样子我们很容易会被取缔。但是你可以说你要来面交。OK， cool。好，那就这样子咯。好的。OK， 谢谢大家，我们是十九两乐团，请大家注意我们的资讯哈，跟大家说声再见，还有。哎呀，发片期我们真的人都超亲切的，好，拜拜。